听听小杨哥是怎么评价妈妈的啊？就是我们都是把妈妈当成一个小女孩一样，两个儿子，一个老公，三个男人守护一个，守护她。我妈是一个视频里面你看到她，感觉她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啊。我妈是很单纯，非常单纯，非常单纯的一个女人，太单纯了。单纯有时候我都受不了。我有时候跟我妈，假如我跟我妈，我说我妈你去做脸部嘛，我有时候给她充了5000块钱那个什么卡，让她去做下脸。 1年了，卡里面还剩3000多。包括我有孩子，我请保姆，我妈也不让。不然她说她能搞。大杨哥前女友居然是品牌方，这剧情电影也不敢这么拍啊！不是你俩认识啊？哦，他跟你认识，你跟他认识啊？啊，你俩认识的呀？我说你怎么看着他那么害羞呢？他是你什么？啊？你俩认识啊？啊？不认识啊。 不认识他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呢？你俩是不是认识啊？你烦不烦？你看我不想说话，不就认识吗？同学，一直不说话，我就知道跟你有情瓜。说话不许走，我有说话不说话哟。我哥，你会这样呀？我装什么跟你装？ 你说话呀！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吃不了。你说吧，不是你俩那什么关系？同学，你猜我相不相信你们？有理。小杨哥带货保暖内衣，粉丝的一句不穿不买，这下兄弟俩的形象全没了。这也是像四维小青年，这我这弄出来你还买吗，兄弟？裤子也要穿呀？这行，别走，我受不了了。 效果看到了吧？不能干了啊！对呀、啊，哎呀，我们是真听你们的。咱们昨天这么多人，你看这我形象都不要了，我废了我已经。啊，是吧？够了吧？今天这个咱那个也够了一个啊。咱这个帽子这个，哎，我现在这个啥？我都不吃。你不要，你帮我捡起来是吧？嗯啊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哎。 你穿篮球裤吧。包都拿错了，你先吧，看你穿啥样啊？那你先吧。我来，听我的，记账。我。哎呀，回去吧。真把都给我看来了，苏泊尔不愧是苏泊尔，这个是剁骨头，别搞错了啊！这个是多用刀，这个是切片刀，就是切片刀，咱们切菜的，砍骨砍骨的，多用剪，就是切骨头，就是冻肉，你肉你看有个尺寸，懂了吗？可以切冻肉，今天6个，你们是商家多少钱？你们记得1个399，你们双11价格，双11价格我们查的是199啊！今天在小杨哥直播间不是179，上车，手打开，老妹。 这样，哎！哇哦！头呢？你的头呢？哇哦！我要当头干啊！搞错了，再来。预备，闭上眼睛，双手打开。等一下，朋友们，美女想往后一点啊，再等一会儿。闭上眼睛，眼睛要闭好。哎，闭好。哎，感受。 看小杨哥这波反向带货，如何把品牌方气到无语？你吃不吃啊？我真要吃吗？慢点吸，你看你那你俩没吃过，你俩我的妈，你没吃过呀？就你也就那样，有那么强吗？你们不要，慢慢是非要我着急，你看，妈直接给你搞疯喽！你是胖知道吧？疯了，你成那样！对呀，你给着急我。 酸辣粉又酸又辣啊！轻轻的吃啊，真的很香。Nice。这样吧，6个我们39.9。差不多，可以了，是吧？他超市里面9块钱一桶，今天想一个来，再来一箱来，一共12桶，多少钱？39.9。小杨哥为测试产品清洁效果。 把注意打到了品牌方的身上，过程真是太爽了。白鞋，就你这个，我这个不行啊，我这是黄色的。有没有看谁穿的白色？拿个白鞋过来，看，还要脏一点的白鞋，再脏一点吧。目标锁定，白鞋。我看到红线的出来，大样的那些白的。 你不要过来呀！推杀！太残暴了！小杨哥这次带货白象火鸡面真是太拼了，拌了6包调料包的火鸡面，真的能把人吃伤。但小杨哥还是吃了。当知道背后的原因时，被感动到了。白象这个火鸡面的，它的这个工厂都是一些。 非常正能量的啊！原来小杨哥了解了这家工厂后，被其感动，就想多为白象卖补货。因此，这次的价格并没有砍多少，因为砍的不是很多。为了补偿粉丝，小杨哥又加送了5个卤蛋。那天我们准备了5个卤蛋，多少钱了？42.9，上车！来，好，我完了，我退出啊！冬天到了是不是？我们需要这个抹香香，对吧？这个小时候就用过了啊。跟大家跟抹香怎么抹的呢？首先你站到一点，我们放在这儿，放完之后，你给我涂点，我就用涂点。好，要不这样来，你怎么给我涂，怎么给你涂，对不对？行，好，那我先来涂啊，你要涂来。哦，好，我完了，我退出啊！打的都抽筋了，快！ 哎，刚才我就没让你涂吧？我们那期我就不用多讲了，不让你给我涂了啊！这个咱们人气票的第6名东方甄选啊，我们东方甄选，我们大东大哥也卖过的啊，我们跟他的机制是一样的。哎，3瓶香，2个这个护足刷啊，护足刷。哎，然后大家给来个小袋吧，5袋16个，小样5袋，2个3个。我们这个就29.9，上车，29.9。